来，本来条新闻一样，所以这请科盘一个事实哦。你要看这个，咱家看讲，这个买这个华夏投资公司这些人，王华特啦、王威勋这些人，而且几乎拢招两华呢。这两华招啊，真熟啊。系拢少年家啊，而且对跟美国也都弄到美国读册。啊，这拢只有摕美国护照。对。这今仔台湾的毕业就是啊。他看讲伊啊，何清要等下提台湾人的，双面讲伊台湾人，其实暗中打人提美国护照。啊，美国家也很多都是企业界第二代。是啊，拢是有钱人的后生，所以我们其实跟我们是不同世界的，你更难去监督，更难去看到。是哦，而且里面的 commission 哦，那些工真的有到10亿元。对啊。那个是一转手哦。对啊。就是你当个人头。是。就获利很多哎、而且。老实说啦、你真的是查不到东西，你只能查到他钱的流向、可是你无法去证明说里面是不是有违法、然后他就是善意的第三者之后你都没有法度，他这个台湾的 BI 哦、就是转手之间国民党的党产少掉了40亿没去了、然后来、我们还追不回来，追不回来之后人家有钱人媒体哦、还会去造势说哦谁啊公主啊跟王子啊如何如何今天穿什么名牌 LV 安诺没法度了。是，主持人，像讲最近国民党包括主席，地地金十一亿，共欠下。人讲，吃饭吃钱，吃台湾含主席钱也吃了。迄种的钱，敢吃着？我是无相信。像讲人家这个太子帮第二代、第三代，安尼转手国民党了。其实哈，几十亿去谈哦。是啊。安尼主席这条钱，关人提出来。你讲到重点啦，真正讲吼。现主席，国民党你是不是咱拢足清楚啦？伊起码表面上用这六七年级的吼出来做台面人物啦，其实暗中所藏的这里才是问题啦。伊将台湾的钱汇去国外，啊，到国外计先去设一个公司，啊，再为迄个公司来汇钱转来，啊，俗俗啊，搁免买呢，啊，用融资呢，是啊，你都根本都免出钱都，这公司拢变去啦。所以这不是正港的掏空，不是这叫。啊，但是咱今仔讲的有理解。今仔人是啦，不啦，人心面人会想讲，今仔去阿扁政府的执政，国民党的掏空，难道阿扁政府的有关单位人无法度甲绳之以法？你讲啊，足好话啦。问题是台湾即马现主席是一个法治国家啦，所以头拄啊，我有嘛讲啊，真好啊。因为是法治国家，所以咱什么代志要办，来照法律来。啊，我请教，我来插一句，法治国家都有材料，甲刘太英叫去看守所求解一下，谁那无材料甲徐立德，那讲叫去看守所，无嘛个叫来问看卖，谁那唔敢做？是啊，即嘛，所以我头先有讲嘛，行政即嘛黑金中心有伫办嘛，黑金中心哪个办落去吼？我相信啦，差不多一个月内对。一定有一个结论啦，这个资金的流向一定会足清楚的啦。这个资金的流向啊清楚的，我相信阿扁啊总统会公布，会让所有老百姓知影。你若真正无法度用法律解制裁，你制无，你有法度用台湾人民的舆论。但是迄个一天，我希望所有的媒体，大家爱公平公正来报道这个代志。现在台湾的 BI 就是讲，你若真正甲查了，比如讲你去国民党甲提消无出来，国民党遐的立委马上讲是政治迫害。就是盗金，正弄盗金，就是嘛。现在这里、有一个什么，有一个公司有什么合资，合资啊，有一个立委的助理，你来这查股票，对，啊，起码个查嘞，马上讲查查，讲这是你撇开，对。我讲这个社会，台湾这个社会，那行到这个地步，是实际上啊，这是好笑的，所以佫剩几十天，像这款的，像这款的卡小，台湾人民敢看袂出，应该看得出，我是足乐观，讲未来这段时间呐、咱差不多所讲这个弊端呐、可能在真短时间内底，都是真好的一个部署来处理。不过，伊个、我最近看一个笑话，陈社无最近公布一句名，这当然这选举灯会也未使敢讲个，但是国民党伊有名，我看真爱笑呢。几乎一日干九电视，好未关未关遐人，遐人无美国时间。谈过去，你看你开会。而且立法院哦，黑东西签到你啊嘞，你去签一下，朱德阳啊，酸起啊哦，而且光签一下都没有。我看黑名啊多少钱，我觉得应该要在这里佩服一下陈社。你现在名啊多少出来要共鸣动啊，民进动。拢有。拢没，拢没。清明动压力真的很大。这实在是可怜啊。不然就假拢讲着哦，共鸣动安怎安怎。我是真的没有信心啦、你看这是这一期财讯讲的、北产落入连战人脉手中，这是这一期财讯哦。各个一起讲依照国际惯有的行情，
国际惯例，你就爱给他的 commission 嘛，因为他真的帮他做成了一笔大生意啊。然后这些钱卖掉了之后，算计开始当算，然后这个党产党工的薪水才能发得下去啊。他讲的每一个都合理啊，就包括他以前他家里连家的家产都嘛是有爱台湾，靠有买到遐的土地去哦，去吃去住哦，所以他现在才有这么多钱。一共的打通通合理的时阵，这当中呢，我觉得台湾依照我们这一代哦这些做法。你很难把它绳之以法，然后党产清理条例就算过了，钱也都没了、然后这些人都过得快乐幸福的生活、这是我感觉说台湾最悲哀的所在啊，起码要怎么呢？我想来想去你说立委选举投谁哦？我觉得都没有用。现在是国民党哦，他的党员，伊家己爱站出来哦，伊家己爱去问林郑，去问马英九，去问王金平，问这些党内领袖说，无要安怎啊？党产都到哪里去了？啊，全都不交出来吗？啊，国民党真的要做这种事吗？是党员要自己站出来的时候了。这是我一直好用嘛。国民党的党员，也讲中央台湾的国民党党员绝对是占多数，啊，且国民这群人那会点点，佮今仔只点点，啊，那袂当站出来，啊，袂当讲这群人站出来讲问连战啊，啊，我期待去啊，我是足怨叹的，安尼好，我相信差不多要站出来。好，感谢三这边，不过本来推荐啊，国民党的人，尤其连战先生啊，一定要去看辛德勒名单，辛德勒这个人，伊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，这个、犹太人的战俘啊，花博览才赚进的钱，但是伊紧要关头，到后尾啊，把伊所有财产啊，捐予犹太人，到尾啊，建楼哦，纳粹失败，德国战败，希林德勒保存伊一条性命哦，啊，不但保存一条性命，搁予犹太人加工加感谢了掉哦，所以存与亡在一念之差了掉，财聚哦，名就败，财若散，名就搁倒转来哦，互你再参考，感谢。